这边那时候很早，所以还不到九点，没有几个人学员在。然后，对方就有十名左右的工人到工地这样子。然后就是他们好像意图要做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拿像我是拿摄影机到十八号的那个地上面，然后做收证，做就是拍他们这样子。结果就他们一直把我们往外推，然后最后才发现说其实是要把那个货柜掉下来这样子。跟他们做抗拒，可是因为其实我们两只手拿那个机器，知道说不可能去跟他们打斗，可他们就声称说我打他们啊，什么用相机顶他们或怎么样子啊。然后那边有一位工头就非常凶狠的对我，然后最后他终于受不了还是怎么样子，他是有做出那个工地安全帽打我的动作，打到那个整个安全帽都飞出去的样子。然后之后我们就两个人就有到那个派出所，就是做笔录，然后也有对对方提告。去你看麦，莫杀啊！哦，我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唔当咸做伙的。喂嘛，喂看麦啊，喂看麦啊啦，喂看麦啊！你叫我来坐啦，拜托给你徛走啦，你听好无？你去徛你倒坐啦。我徛做外口好无？我徛啊，去你倒下就我徛外口会使啊。不能啊！奇怪，为什么你要推我？不要打，是你推嘛？不要推嘛？是你不要一直推过，好不好？刚谁打我？是我的娘家！王家来啊！你要围王家的地，他们要先跟他们讲，这是王家的地，你们搞清楚是谁的地。不要推我了！不是你的地，你干嘛？你不要推我！是谁打人了？谁在打我？哎，我没有打你啊！你不要推我啊！不要搞了！对啊，来，你先过来，你先推出王家的地啊！你先推出王家的地，你不要推我！你都是你在推，你小心点！你现在是你在推，你现在是你在推我吗？你在推，哎！那个会继续发，不要推的，不什么问题，搞清楚这些水利地好不好？水利地不是你可以围的呀，水利地，你水利错人呐！啊，你水利错人呐！来，证据拿来，水利错人，证据拿来。下马你跑，我出去，来，这是你的。哎，你这干嘛？哎，不行，不要拉屎，不行。哎呀，我看到你怎么跑掉了？哎呀，来现场啊！对啊，来啊！哎呀，无我了，无我了，你着哦。是啊，我看到他，我有记忆啊，我有记忆啊。这鬼去去啊，去往那讲啦，我阿红阿草地讲啦，出去往那讲啦。我你想啊，来啊，你啥物人啊？刚才我管你啦，刚才你管你这红阿草地啦。我更巧嘞，你更巧，你哪台我红阿草地犯罪啊？我钱不止，我给就发给。我假了，对不对？我代表你，我给你买给。你代表什么人？代表政府的。我代表这个工地管理的。我代表王家，偷的人啦。你们也在做？你是王吗？是，我代表王家。你不是代表区政府吗？我不是啊，我不是代表你们管理的啊。你们代表欢迎来开团。我为什么代表欢迎？既然我更巧，我就在做代志啊。你们怎么这样啊？做代志，我是要无公道理。你们的东西我们也不敢去碰啊，自己我们都不敢去碰。刚刚有提到说你愿意用吊车把它吊一个2个小时，吊车就变了，那不是我讲，不是你讲。对啊，像你们我也不晓得那个啊，都是2个小时啊，2小时过啦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已经尽最大力，说我要吊过来的时候，我说没有办法来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这上面是水利地，这王家土地上面写水利地，你要搬到你家呀？说明你我要结婚到的土地，你个拜托，我出事你叫我唔知哦。哈，阿妈，我有人啊，但是吼，这不是出事，看我拜托，好唔好？好，咱无一定爱徛来遮嘛，土地后边看看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阿头家，阿个保护小小串点，不要不要看在土地上，这土地我来了，王家的。